我想問下點樣可以拉 bicep 同 tricep 啊？係咪都係用 formula？好，多謝依位學員嘅問題啊！點樣拉 biceps 同埋拉 tricep？ 其實拉 biceps 好簡單嘅啫，所以只要手擺喺縫牆嗰度 ，OK， 手指向天，眼望前邊，將個膊頭打開，隻手伸直啊 ，hold 住大概一分鐘到，咁就拉到 biceps 噶啦，明白 ？hold 住佢，手掌完全掂住縫牆 ，OK， 好啦，拉你個 tricep 仲容易，小學生都識噶，抵嗰隻手。elbow 壓腳 elbow 落去，手踭盡量對低咗個頭，咁拉到個 triceps 啦。咁幾時拉咧？幾時拉你嘅手，或者幾時做伸展運動最好咧？其實運動之前同之後你都可以拉嘅。咁之前咁點樣拉咧？做多啲 dynamic 嘅嘢啦。OK，dynamic 嘅話，譬如好似依啲伸展動作，依啲拉個膊頭，拉依啲。咁你變咗運動之前咧，你唔需要 hold 得太耐嘅。譬如大概十秒到，你就轉一轉動作咯。OK， 每邊邊去做啦，十秒到。OK， 但係做完運動之後咧，你就可以放鬆啲肌肉啦，你就可以 hold 住個 position 耐翻少少，明唔明白 ？OK， 運動之前短啲嘅，做多啲 active dynamic 啲嘅 stretching。OK， 運動之後嘅做多啲 static 嘅靜止嘅 stretching 去做啦。OK， 譬如依啲拉依啲。OK， 拉鬆你嘅 hip flexor 之前 ，OK， 做啲 dynamic 嘅嚇、active 性嘅多啲，拉鬆你啲肌肉去，咁你先做 squat 或者 split squat 或者 even deadlift 都好啦。OK， 如果完咗 training 之後啦 ，hold 耐啲嘅 ，OK， hold 耐啲嘅，一分鐘到，拉鬆你啲肌肉去，靜止喺度 ，OK， 咁樣去拉咯，明白？咁你運動之前你咪做 dynamic 多啲 ，dynamic 嗰啲就係依啲啦 ，OK。摁下去 ，OK， 大概20下到，耷低个头，只脚伸直，咁样去做，明白？